大家好，我是来烟，欢迎收看《烟解说三国杀国战》。看一期视频，咱们第一盘，奥六区，虎牙北辰吧，被困了。咱们选将选黄盖和香香。现如今的黄盖，啥？成大事，勿拘小节。再也无法实现当年刷空。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。一个人可以把刷光排队的那种历史性壮举呢？再也没有人。一事破成，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。排队克王也是。可能的。三军听我号令，不得撤退。一事破城，何谈前怨？看录像。这里八号位的二张，就不要去抢少量，你这很早打，谁管你死活？那八号位你还敢抢少量？你真觉得你大国也不是终究老矣。一点，你看。果断不干了，你居然抢我少量，那你抢我少量，我果断能进，怎么杀啊？怎么招呼上去了？这二张，动人头的也没别的什么意思，加血一动就拜拜了。然后开五谷丰登，抢决斗，咱们拿了一张红杀。没拿过河拆桥，我们先看一下情况。对，格内也是回合内的武将，所以咱们可以在回合内自己选择亮还是不亮。咱们摸完牌之后再亮也没关系，被乐了我们可以考虑亮刷亮，也可以考虑不亮刷亮的话就可以多存一张牌呀。然后乐不思蜀就扔了吧，不要了，留牌保命要紧。下午我们就七个装备吧，顺手牵羊，让我们八卦，这算我们八卦肯定。一事不成，同心何谈前怨？解决我军之危机。也不是魏，那只能是群了，这蜀都不可能，稍微会玩一点的蜀国会。一事不成，何谈前怨？当然，如果四号位是群。那就更加的九杀香香和黄盖了，不要这样，爆发力太强了，全部都在打位，基本上没位了。六号位不是无就是群，不可能是蜀，我是蜀国，我肯定不会，这人也不是无就是群，然后我估计他是无的可能性。可能性，你之所以这么低，他如果不打死你点就可以让我行动回合，这牌简直没谁了。先杀我们，别先哭。自己看一下，图文，当然说是我的话我就不看了。这个队友是绝对不允许去扒香香的装备，尤其是八卦这种防具。因为香香本身也早打，你还把香香的防具给拿掉，那你就是纯粹不想让香香防住我原家呀。吃个桃吧，吃个桃，然后该扔的扔，该弃的弃。如果不想留着连轮，你就把五六换了。那你想留着下轮爆发的话，那你就留着五六剑。加血装也不用了，我都省油。六号位也不动，七号位一个知己知彼，庞德，那不是看到五就是看到群，要不然不会那么急着来砍咱们。行吧，然后有陆逊，咱们刷牌就容易多了，装备该扔就扔了，打死庞德之后。我们就二打二的话，由于说陆逊和香香的配合太
那太吓人了，怎么还耍宝贝？这人觉得有点过了，怎么青钢剑都扔了吧？应该先黑他，他选，结果你这黑塞杀不出去了，那只能去杀六号位。他就进了，啥情况？替我挡着。小乔，然后你干嘛？大乔。看我厉害！你挡着可以，但不要拿陆逊去当挡箭牌，这个不合适。贾诩直接投降了，就是贾诩可以考虑出完牌之后再选择投不投降，现在别人还没到你出牌的回合，我觉得为时尚早。咱们的话这一盘一去化学功有负，然后直接顺上家再顺，这有点过分了。实在不行就开个蓝蛮吧，我觉得可开。然后我们没选择开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开一下，因为你留着三个草花想九杀的话，虽然说有那么点意思，但是我觉得你放了蓝蛮，留了一个火杀，也是比较值得的。小强那是魔术吧，摸牌阶段有技能，你如果是幽兰之风来都要肯定要迟除于是吧，你摸三张那肯铁定不亏，但是你如果亮大师的话，你没办法，至少那是分牌给别人的，好吧。静待良机之后一击灭敌，这火把子呢，然后五号位看上去也不是魏国，我们下家救了一下，就是现在不是动作，那就逃，就是要这样快，动作确实要这样快。咱们的话那下家怎么下家肯定天下风乱，谁也不能置身事外，剩下的就看卧龙你，天下风乱，谁也不能置身事外，半血摸牌一定要办下同心同德摸牌的话，就困扶危，你没这么多牌拿九属性杀，咱们是仁德，通过仁德给出九属性杀，挺疼的，这些真的挺疼的。只恨妾身蒲柳枝，那我们庞统好，再不负当年之初厉害，然后再铁锁，剩下就不要给了，自己留着保命的吧。开个蓝蛮，我觉得捡软柿子捏。对呀，这你蒙甘宁还一脸懵逼，哎，他难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，哎呦，有马超，马啥？好冷啊！夜观师傅，没必要藏，你直接出来，两个人开团得了。那按键还不亮，那就算了吧，然后。能进蓝军突击。也屏蔽了司马昭的一个夏侯惇，当然夏侯惇也在我们这里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，我们这二打一妥妥的虐，诗人不责不逃，乃我大汉立国之本，那个九属性杀确实杀得非常的狠，下心聚顶你死到临头了啊，凡事比身，结束了一切，我们有闪也不闪了，我们还有庞统直接砍一刀就结束了，讨厌的啊，你们给呀，也结束了，这都是命中注定的吗？匆匆连起来，那人德也给的挺准的，直接给了马超和赵云牌，一点都没浪费。最后一盘吧，最后一盘。二六七，北坤呢？虎牙北坤，作为七号位，七号位不刷闪，因为我们自身是有大嘴，有没有选啥子？我已经疯了，
边九先驱啊，远角进攻，然后呢我上手发动，就这样我将那我那我还有桃能打死吗？打不死的话我估计做种还能贴个乐还行，当然贴乐看人品，我这个国家人品比一般人好太多。要杀的国家，国家你先杀穿云刀嘛，就还留一张荀彧，还荀彧前，其实荀彧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不亮，因为我记得他是两喜，第三喜两排的时候，当时是可以给自己解密的，这一张牌能收一张牌，或者能解一张牌是一张牌。现在他怎么闪回去呢？阿卫看阿卫，然后再杀吧，不砍，这手牵羊，这贾诩乱舞也不知道想干嘛。你去我家在合适吗？你乱舞至少对你自己来说要简化角色或者抢人头，再或者是到了那种不得不乱舞的情况，才会选择出如此的大策。这乱舞根本就没有任何收益，一没抢到人头，二没简化角色，还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我们该杀就杀了，然后，哦，我们他这个八号为了找不见，这个桃你可套我啊。国家还有桃，你应该可以。那你五号位应该是为了打得那么凶，咱们要不要射盾？准备放箭。这个射的科学，你先射，反正你既然已经打算拿草花，那一堆草射，然后方便去死。你这样的话留一口酒，不如留一张伞。我记得我们是拿一个草花的人王盾，还有一张红桃的伞吧。你只射两方了，方便已经出货了，那你没法再射了。这已经是我们要进鏖战了，进鏖战的话赶紧的。无懈可击，我们应该先重做。万一他亮个黑桃，你火攻不中呢？你草花又多，咱们草花确实火攻，他如果亮草花你可以必中。国家赢，国家和荀彧不要看上去很强，其实已经废了。你的注意一些，随便打你去挂命的。人家也不要去得罪国家了，让他留着。你这么左一打右打死他，等打死过来就弄你呢，你说何必啊？要不留好一点，不要说什么去抢那什么人头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咱们直接去杀孟获去了，孟获也确实是比较难杀，也是厉害，别说还不厉害吗？也几个人没被袁绍打得过想打人吗？我相信有的，别人袁绍上来一射，你们一点游戏体验感都没，就直接挂命的。我们左杀杀右杀杀其实不是很合适，杀了就杀了吧。血线冷静压了血线之后，剩下的话可以放心大胆的，我其实是很难杀的。怎么先射这里先杀斗派。对草花对就怎么你全都去死吧。当然就说鏖战局本身的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打法，一定，但是我们在进入
之前可以选择自己的状态。我们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